Today on RazorPop, we check out the new lingerie shop opened by Cantopop duo 2R, which offers nothing less than sexy according to the girls themselves. And guess which good friend of theirs turned up at the opening? Stay on to find out. Yo, 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 Yo, 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 It's RazorPop la! Hong Kong-based, Singapore-bred pop duo 2R opened a new lingerie shop at Far East Plaza, which they named Rondavous for a very special reason. But why lingerie and why during times of recession? Let's go ask the girls. Hey, 2R, 欢迎你们回来新加坡. 欢迎回来家的感觉真好. 对,你们好,大家好。OK,然后你们最近如何啦,在做什么? 最近呢,我就是在香港忙着电影宣传,因为这个月尾在香港会上映我的新电影,叫做《矮仔多情》,对,所以就忙着宣传,可是姐姐呢,就在新加坡非常的忙碌。我在新加坡干嘛呢?其实就每天在想着我的另一半,就是我的 partner妹妹。其实再加上,我就是今天开幕嘛,新店,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Rondavous,这是我的新店的名。 那为什么有这个名呢? 就是我小小妹呢,最小妹妹她叫 Rhonda 那我们两姐妹其实想给小小妹一份礼物了很久了 因为我们三姐妹想合股做一个生意 所以最终给我们就是梦想成真 Rondavous其实是卖 lifestyle女性的用品 加上性感内衣 其实来到这间店呢 无论你是年幼老少 进来 一定会选到一个货品去。那这个内衣店跟其他的内衣店有什么不同啊? 它只卖性感内衣,就是普通的都没有。 那其实我们呢,从小就,不是从小,就从某一个年龄开始就喜欢收集性感的睡衣。 因为就对睡衣的要求很高,就是一定要很舒服才行。 然后就到外地也会买很多,那 就发现其实觉得内衣裤为什么那么少布又那么贵呢对我觉得那我们就经常就做很多资料搜查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带进来然后以一个非常合理的价钱卖给大家然后我们这里呢就会进口美国还有德国的货然后每一个星期都有新货 那你们现在穿的是什么样的内衣啊今天我们就自己深招牌穿上来就是我们夏天的系列颜色方面你看起来就是很对啊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其实你觉得像内衣吗我不知道是内衣就是我们这家店你觉得这个内衣可以穿出门打个底就行了这内衣还有一些就是很细小小的 detail 对,这样我们都会很在乎这些material啊,detail啊,所以我们选择呢,一个 size只有一两条,不会多,所以这方面我们会给你保证,你在新加坡穿在街上,虽然鲜艳,很鲜艳颜色,但是你不会这么容易碰到另外一个穿同样的裙子,对,而且我们选,就是选的布料呢,也比较适合,就是东方的天气,因为非常的闷热,布料都是其实透明的, 但是看穿起来又不会很热对那你呢现在穿的是什么那我很喜欢蕾今天呢就选了这个红色蕾的睡衣好性感哦对然后当然只是穿那个红色内衣也就睡衣会觉得如果出门会太过性感了所以里面有打底然后外面就加了一个纱布对所以就感觉还是很清爽那你本身最喜欢是哪一种内衣啊 哪一种内衣我喜欢那种没有任何的铁线然后就是很软很舒服的那一种对那你呢要看情况看环境我就喜欢我很喜欢狗仔他们说怎么在新加坡穿狗仔不是很热吗来我这家店买一定不热因为真的我采用的布料呢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是女生我也很挑剔 我都有试过，所以我可以推荐什么可以凉爽一点，什么是给冬天穿比较好。还有什么是只是在睡房里面穿的？就是可以让你的另一半感到很开心的。我只要说一个 slogan，
You can be your sexiest every day.